庄元生，建国神话。好，建国神话翻嚟。同时就讲到呢个下雨治水成功啦，成功咗之后一定要轮功行赏啦，系系啦，咁就轮功行赏咧，就个皇帝就系传个天下俾佢，但系传个天下俾佢系有一个象征物嘅，咁、那个象征物咧就系叫做圆规或者一个黑色嘅玉，系啦，我哋一阵睇文献就会睇到，系啦，咁咪十一十二嗰度啦，系啦。係啦，我查咗一治水成功啦，咁啊禪讓帝位就賜呢個圓規。咁根據呢個《史記》嘅下本紀入邊記載，於是帝賜如圓規，以告成功於天下。咁啊，呢個好簡單啦。啊，話佢佢治水成功，響天下公佈，咁就就係色就係同賜係一樣意思嘅，即係賜一嚿黑色嘅玉俾佢，咁嗰個係象徵啊皇權嘅。啊，呢個武林聖火咧，就交咗俾佢啦，咁樣，咁你做武林盟主啦。治水治出個皇權出嚟，咁呢個係夏禹嘅功勞，亦都係開始咗華夏嘅信史啦，即係可信嘅歷史由夏朝開始。咁當然係出土文物到依家仲未係確定到係有冇夏朝，但係嗰、那個可信的歷史就是由禹共九州開始，咁收到圓規之後啦，咁就大禹就到自己咧就住咗個鼎啊，九隻九鼎，係啦，就喺九州入邊咧就係攞到啲金屬翻嚟，即係啲青銅啊之類啦。啊，會唔會係每個州都攞咗少少翻嚟咧？即係有個象徵性咁樣。即係收天下之金啊！即係收天下嗰啲鐵礦啊、銅礦啊，咁就鑄咗九隻鼎。咁呢個係《漢書》講嘅，禹收九木之金，鑄九鼎。咁呢個天子有九州，咁就每個州就一個鼎啦。係啦，啊呢個我又記翻起舊年喺國師參選，即係開呢個辦事處嘅時候，都喺新界東嘅四大區就收集啲泥土翻嚟去做祭祀喎。都係同一個道理啦。咁我就因為唔係皇權，唔係乜，就係收泥土啫，咁唔會收金啊、鑄鼎啊嗰啲，嗰啲就係帝師係平定天下先做。皇天厚土啊，都係一份擔大啊嚇。好咁就係、是、係、就收九木之金就鑄九鼎啦，就鑄咗九個鼎。究竟九鼎係咩樣嘅咧？咁啊，傳說嚟嘅，有啲就話係用鑄咗一隻，有啲就話鑄咗九隻。咁喺唐代嗰陣咧，就係、是、重新係做翻出嚟，因為歷代就久唔久就戰火啊，又跌咗落河啊，咁因為呢、這個譬如楚項羽打咸陽城，即係將秦朝嘅鼎又整爛啊，或者整到唔見咗，咁唐代咧就再整個九鼎出嚟，就象徵九州啦。啊，呢、這個係就算係失散咗之後咧，都歷朝歷代堅持都要做翻出嚟。呢、這個真係好最原初嘅一個皇權嘅承傳喺度，一個皇權個象徵嘅，所以有一個詞語就叫做問鼎。問鼎，問鼎即係話想問下皇帝嗰個鼎有幾重，咁我自己都煮翻隻嚟玩下咁啦。係啦，有啲踢館意味啊，即係類似我哋喺西九文化區咁有一個故宮嘅文物館咁。嗰、那個目前嗰個建築嘅構思嗰個圖咧，都係想將嗰個成個文物館咧整到好似個鼎咁樣，都表示呢度係一個小皇權或者小華夏。但可惜佢用石屎去做咯。外牆我諗地屎先算啦，咁或者可以整個青銅色嘅。鼎入邊有好多文化啊！乜我哋而家講一言九鼎啊！一言九鼎即係話一句承諾就係永不係食言，甚至用天下嚟交換，咁用九個鼎嚟到抵押啊！係啦，咁呢個鼎除咗呢個皇權嘅象徵之外，其實仲有呢個實質嘅用途喎。即係上次我哋講呢個《山海經》嘅時候就講，其實係一個旅遊嘅指南。係啊，佢喺個鼎上面刻咗啲嘢嘅，有時係刻銘文，有時係刻啲怪獸啊，或者係值得要提醒嗰啲危險嘢啊。係啦，咁啊呢個就係根據呢個《左傳》嘅《宣公三年》入邊記載嘅：色下之方有德，遠方圖物共金九枚。就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間，故民入村宅山林，不逢不約，魑魅魍魎，莫能逢之，能用協於上下，以成天憂。係啦，個意思就係將
個頂上面咧就住咗好多當地，譬如呢一個州冀州入邊，哦，可能有毒蛇嘅，咁啊將啲毒蛇就嗰個圖樣就住喺度，咁啊大家去嗰個地方咧就小心毒蛇啦，咁樣。或者有啲有山鬼山精嘅，咁又佢又係刻咗喺個頂度，或者有啲咩物產啊，咁樣用啲花紋啊刻喺度。咁其實象徵住天下都係喺嗰個收咗喺個九鼎上邊咁解。我想知得詳細啲啦，即係話鼎係即係九鼎啦，作為即係佢管治九州嘅一個皇權象徵咧。咁其實個鼎咧，通常佢會點用法咧？喺個祭祀上，即係佢擺喺度啊，定係話佢會即係定期有啲咩儀式咁樣？如果祭祀嘅時候就會喺度煮啲嘢食啦，即係煮啲食物，跟住就分俾啲諸侯啦。咁就係分嘅時候就按照住嗰個上下嘅禮數啊、爵位啊，咁就邊個分邊啲肉啊，邊個分邊啲分啲份量大細啊咁。咁分咧就係由宰相分嘅，咁所以有時宰相叫做鼎乃之神，即係佢負責係調和嗰啲鼎入邊嘅食物，跟住就按住嗰個爵位高低同埋有冇軍功啊，咁跟住就係分俾佢哋。同埋以前古代有錢人亦都另一個名叫鼎食世家，係啊，叫鐘鳴鼎食啊，因為個莊園好大。咁咧就食飯嘅時候要敲鐘，咁咧就係嗰個鍋就好大，咁就好似以前嗰個朝廷嘅鼎一樣啦，即係幾十人或者一百人都餵得飽嘅，咁嗰啲叫做大鼎啊。咁所以當然咧後來就百姓就唔可以用鼎啦，就用大鍋飯，即係一個好大嘅鍋咁啊煮飯啊煮菜啊。咁所以應該即係做臣子嘅，你有諸侯啦，或者係你有份出席呢啲嘅宴會，同埋有份分一份嘢食，都應該係一個榮耀啦。係啊，其實係定嗰個尊卑嘅。咁我哋睇到頭先嘅啲記載，睇到係大禹治水，定咗九州嘅疆界啦。咁就喺九州度收咗啲金屬翻嚟，就住九鼎啦。又喺九鼎上面刻咗啲物產啊、怪物啊、嗰啲殊方異物嗰啲花紋啊。咁呢個其實象徵住皇權就已經定咗啦。咁跟住就係定呢個諸侯，咁定咗呢個業權地產嗰啲。咁所以喺去到禹嗰代咧就開始家天下，咁真正點解要家天下咧？係因為治水成功，劃咗疆界，咁之後可以安定咁樣係耕作啦，唔使好似打好咗個江山，係啊，唔使好似以前咁遊耕啦，即係邊度浸就要走，咁啊積咗啲泥就喺度耕啦，咁依家就唔係，就劃咗河界，有啲人工河啊、渠啊，咁亦都定咗啲堤壩，咁之後就開始可以將個地付全子。最先嗰兩任咧就係尧同舜咧就係禪讓嘅，但係去到禹嘅時候咧，佢就治水期間都已經係思春，咁跟住就係娶咗妻，咁就生咗個仔叫啟，咁佢得咗皇位之後咧，咁佢年老嘅時候就傳俾個仔叫啟，咁之後就開始咗夏朝，就係父子相傳。或者是真是一代治好水就代代都可以為王啊！係啊，咁所以呢個治水係好重要嘅嘢嚟噶，佢係皇權同埋係家天下嘅開始。即係以前禪讓做皇帝其實好辛苦，好辛苦啊！雖然話係有諸侯，但係佢哋又唔聽話，又唔係話貢獻啲嘢翻嚟，咁成日祭祀啊，嗰啲兵馬啊，嗰啲儀仗啊，嗰啲開會嘅費用咧，又要自己出嘅。咁就慘過做村長。係啊，咁所以治咗水個天下就收歸我有嘅時候，做皇帝係一個好享受嘅事。咁啊，代代相傳啊，變咗係。同埋嗰陣佢可以按照住嗰個治水嘅規律咧，就話邊個個邊個唔聽話，邊個係節你水就節水，或者係水災嘅時候，我就係遲啲先救你咁，就弊啦嘛。咁好似有些人不聽話就話不俾東江水你飲嘅，似曾相識。即係呢個都話咁古代出現咗一個好現代嘅管理方法啊！即以前都真係可能係學你話齋咧，即係好慘啊！即係佢管理天下，但其實你又唔交税又得，乜都得咁。但係呢家咧就因為即係叫因禍得福啦嚇，因為天災，所以咧就係發展咗個科技，咁就可以控制仔細咁控制住九州呢個地方啦。呢個係後來一個。德國裔嘅美國漢學家咧，就係叫魏復古啊，佢個漢名，咁佢個英文就係 Carl August Wittfogel， 咁佢就話咧係喺中東啦、埃及啦，同埋喺古代嘅華夏咧，都係佢叫做係水利專制社會，係因為透過治水咧，就控制住嗰個天下嘅土地，咁咧就係漠不敢從，咁於是就係
定了個皇權出來。咁呢個黃仁宇啊，即係呢個美國華裔嘅呢個歷史學家，佢嗰、那個好有名嘅《中國大歷史》入邊咧，都講到第三章入邊咧，就講到呢個問題，即係呢個治水同埋嗰個中央集權之間嗰個互為因果嘅關係。因為治水，所以衍生出呢個中央集權；因為中央集權之後，亦都方便治水，所以就嗰個糾纏嘅關係，亦都講得好清楚嘅。因為治水係唔能夠諸侯割據嘅，因為一定要係有一個統一嘅皇帝啊，或者一個特別嘅治水嘅官啦。咁所以就一般嘅諸侯就係只係有個名銜，但實際上係冇實際嘅統治權。咁呢個亦係大禹治水之後就開始咗嗰個皇權。因為可能都治水都需要大量嘅税金，所以都需要更加需要促成咗中央集權嗰個税金啦，同埋佢又抽調呢個領役嘅，即係抽調啲農民去做呢、這個。工程通常做的工程很慘的，我想是十個去得回我想六七個回的。咁你見到好特別啊！即係中國歷朝歷代都總會出現唔同規模嘅水災啦。咁就一面去睇咧，你就會可以話係即係天災人禍，非常之慘烈。但係另一面咧，又係因為有咗呢啲嘅水災咧，就反而就令到支撐到個政權個中央集權。佢每一次水災實際上都係一次動員嘅練習嚟嘅，即係除咗係打仗。要抽調兵馬或者抽調人力去應付戰役之外，平時一水災或者一旱災的時候就要抽調人力。而且政治上不用解釋啦，即係你話要打個匈奴，可能都要講到口水乾埋，點解佢咁危險？但係水災一講就明白，一講就要抽人去就要去嘅，因為佢浸親自己噶嘛。係啦，當然啦，就上有上面去搞集權，下有下貪官啦，都係藉住震災去。即係萬眾一心啊！嗰時籌款嘅時候講滔滔千里心啊，大家一齊啦，係啊。咁我睇睇依家震災或者救災治水由咁多年啦，呢個遠古時期啊，不知年嘅夏朝一路係到我哋嗰個偉大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啊有啲現代科技啊，長江三峽啊嗰啲咁嘅嘢啊，又唔單止係築堤壩治到水，仲可以水力發電嘅，就咁威嘅。咁但係實際上搞到今日變咗咩樣咧？咁我哋啱啱。七日嘅呢個主權移交慶祝20周年咧，就係一個大陸嘅一個好廣泛嘅水災咧，就俾大家慶一慶啦。慶祝之妙，嗱呢個就嚇，嗱呢個會慘好多嘅咧，呢個呢個太急啦啲水嚇，係啦，即係可能係缺堤嚇，咁啊呢一個就嚇見到啲泥人啦。呢啲應該係缺堤啊，所以啲河水就帶埋啲泥沙沖入嚟。係啊，啲人咧就比較慘啲。呢個背景音樂咧就即係你見到變泥人，即係啲水浸過個頭㗎啦。係啦，啊呢個都係缺堤，缺堤嘅，即係啲水直情係鏟咗落去。有時啲缺堤咧就係自己沖嘅，有時就係炸冧嘅，因為費事佢積聚得太多，成條壩冧曬啊嘛，咁不如炸個缺口俾佢過。係啦，沖冧呢個房屋啦。所以雖然話大禹治水係疏導啫，但係一開咗個河口咧，啲水削過去咧，就啲泥又削走曬，啲屋又吹冧啊，所以就唔好成以為啊疏導就得啦咁啊。而且將即係泥土啊、養分都沖走曬啊！呢個犀利啊！成條橋冧咗，可以俾個聲俾大家聽啊，好震撼㗎呢個。但係好奇怪喎，這個大陸嗰個水災震得～即係嗰個情況咁嚴重，香港都冇新聞報報點報道，因為太廣泛，同埋又都怕影響出呢個20周年主權移交嗰個喜慶氣氛。一來喜慶，二來又要震災，咁啊唔得噶嘛，即係紅事白事一齊嚟。但係大陸就好興將白事當紅事嚟搞噶嘛。咁呢個就係好彩冇死人。係啊，呢個都相當恐怖啊！即係諗翻起，即係以應該第十幾廿年前出現了一個叫造壩運動啦，即係話係以數以百計的速度咧起堤壩，而呢些堤壩都要去管理啊，要係定期又有排洪，或者成個系統的力學係點去運作咧？其實根本上係唔科學嘅。科學嘅，同埋築壩嗰呢樣嘢咧，自從美國嗰個密西西比河築咗堤壩，呢個就見到有死人啦。
就浸死咗啦，咁啊拉，咁啊拉，咁啊拉出嚟。自從美國嗰個竹提巴發現係唔好之後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放棄咗竹巴，即係連埃及嗰啲亞斯旺水巴都放棄咗。但係就中國就因為竹提巴就可以一來有工程啦，二來就係可以增加嗰個 GDP 喎，水力發電啊，咁所以就係猛撳喺啲嗰啲雲南啊、四川嘅地方竹巴，但係佢造成好大嘅生態災難。但是他有些文獻都研究了，就是說捉了霸，跟著說水力發電是不是說電量供應高了，跟著電費會減少呢？就不是的，電費反而多了。是啦，用這麼多錢來捉霸，怎會有便宜電供應呢？計埋中間有啲落格啊等等啦，咁都有啲似高鐵啊，即係都係一個名目去做啲貪污。當然佢當時佢係喺工業膨脹時期咧，就係幾貴嘅電都有工廠賣嘅，但係只不過後來依家又自動化或者有啲工廠係走咗咧，就變咗啲供電就係過量。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視頻，佢有。啲字幕打出嚟咧，都係呢個正體字嘅，咁啊好明顯個 target 個目標咧，就係海外嘅香港人啦，或者其他嘅華人啦。拍俾外邊睇。係啊，因為呢啲片可能佢哋入邊國內人見得太多啦，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冇乜宣傳嘅效用，即係起唔到一個震攝嘅效果。一來可能呃例啦，二來可能都係一個籌款用嘅，或者叫啲華僑啊，或者嗰啲去咗外邊嘅大陸人，或者睇住個假鄉鎮啊，匯錢翻嚟啊。係啊 ，OK， 咁差唔多啦，呢條片都比較長啦，後邊都係咁嘅水浸，都係類似呢啲咁嘅水浸嘅情況，係啦。咁佢見到其實係水利啦，或者係供水咧，都係一個關於個政權嗰個興衰啦。咁啊，令我諗起翻起即係喺香港，其實50年代咧係都出現過即係制水啊旱災個情況啦嚇。50年代到60年代啦。係啦，咁就。咁當時啦，即係因為本身咧就都英國政府喺香港都起咗唔少水塘啦，但係其實都難敵呢個旱災情況啦嚇。咁於是乎當時咧都係即係中國政府啊，咁就係主動咧嚇，好似好好人咁啦，就係想嚟免費去供水俾香港嘅。當時的英治政府就堅持咧係要俾錢買嘅，雖然周恩來總理就用好平嘅價錢買俾香港，但係佢堅持要買，呢個原因就係呢個係一個買賣，就唔好話係受佢恩惠。咁就唔會成日變咗做呢個施捨啊！係啦係啦，大陸嘅恩惠啊對香港好啊，但我俾咗錢㗎嘛。咁嗰陣係因為香港係嗰陣水塘一來唔夠，二來係工業化，咁所以就係需要用水好多。咁另外係咁啱嗰陣遇到個乾旱期，咁後來去80年代之後就冇乜嘢制水嗰啲啦，因為就係雨水充足。咁近呢10年就更加充足。係啦，咁當時其實見到港英政府都即係可以話一個對弈啊，即係同翻呢個中國政府，即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啦。一方面都冇計嘅，即係都係要當時都接受咗呢、這個要賣水啦，需要嚇。咁但係二來咧，同時間港英政府都係興建，即係可以話當時係全球最。即係規模都可以最大嘅，即係包括係船灣淡水湖啊，呢個萬宜水庫啊，以至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原來當時都有呢個海水化淡廠，就呢個樂安啊，喺兆安附近。係啦，係啦，係啦。咁當然啦，就好維持咗好短日子，因為1975至1982年咁就俾人就賣咗出去啦。咁可見呢個威力相當大啊！即係因為東江水平啊嘛。水費事，當時同埋當時海水化淡嘅技術都係貴嘅，佢用係蒸即係蒸乾海水嘅方法。咁而有趣係，就除咗英國出手去想抵住呢、這個即係中共去掌握咗香港命脈之外咧，咁其實美國都有出手嚇，美國主動係去話出錢俾香港話，不如幫你搞掂佢嚟起一個即係化淡廠啦嚇。咁當時就即係可見咧，你見到呢、這個少少叫旱災啊！喺香港呢個咁細地方咧，都成為中國啦、美國啦、英國嘅角力嘅場所，政治角力嘅地方係啦。爭水嘅，我喺度爭，唔係爭住供水俾你啊，幫你解決問題咧，你就係受我恩惠。係啦，咁所以都而同時間咧，呢個角力又催生咗香港即係好宏偉嘅水利啊嘅水塘喺度啦。咁咪都即係香港都喺呢啲角力嗰度咧，就係有少少好似。
喺八十年代啊，左右逢源就係賺盡好多嘅。咁喺水塘咧，亦同時間係催生咗郊野公園，因為水塘啊需要集水區。要集水區。咁啲集水區就唔可以耕作啊，唔可以落肥料啊嗰啲，所以就將啲村係遷走咗啦。咁好多好多村民都比較慘嘅，就放棄咗個家園，去咗第二度。咁所以有時你搭車見到有啲乜乜新村啊嗰啲，都係因為你見水塘萬宜水庫嗰時遷咗出去，你西貢出邊有幾條新村咧，都係萬宜水庫搬出嚟嘅。咁佢贈送咗啲市區嘅地俾啲村民喺嗰度重新建村啊，喺度做下小生意咁啦。咁原本嘅村落就一係就浸咗。水底一系就係荒廢咗，就變成集水區。咁嗰啲係變成香港嘅生態地方啦，或者郊遊啊。咁但係最重要嘅目的其實係集一啲乾淨嘅水。係啦，所以都有趣。大家去郊野公園可以想象下個水塘下面就有條荒廢嘅村喺度，相當之恐怖。係特別喺萬宜水庫。萬宜水庫係。所以香港嘅水塘嘅水好乾淨嘅，因為佢係經過過濾，同埋周邊係冇農業活動嘅，當然亦都冇工業活動，甚至民居都係疏散咗嘅。咁你聽到呢個都？見到是大禹治水之後就定了九州的那個可以說地那個政權那個國家格局了，香港呢就因為這個水塘的水利設施呢都連帶著呢有郊野公園出現了，以致香港其實七成的土地都是郊野公園了，都相當有決定性結果幫我們香港保育了一些很好的地方，甚至比起農耕時代的景色更漂亮，樹木更加多，還有那個野生動物的多樣性比以前更加豐富，搞到我們現在有野豬落街以前邊有啊？以前到耕田嘅時候，啲野豬啊逼到上山嘅。係啊，依家就啲田荒廢咗，變集水區，變郊野公園，野豬咪四圍行，牛兒咪蕩失路，咪行落街咯。係啦。咁呢個係出自六十年代，即係五十六十年代個跨國喺香港嗰個嘅水利點影響到政治啦。依我所知咧，都係另一單喺元朗咧，都係嘅一啲治水工程都影響到今天嘅政經嘅格局。係啊，那個就係因為要起西鐵，所以就疏導咗嗰條大坑渠啦，同埋新田一帶嘅嗰啲河道啊，將佢拉直，同埋將佢係水泥化。咁當然呢個係破壞咗啲生態，破壞咗啲雀鳥啊或者魚嘅棲息地。但係咧，亦都係令到啲地方唔再水浸咧。就有第二啲嘢發生啦，就唔係話地產霸權咗嚟啦，唔係俾你耕田喎，就係咧，就係唔水浸就。即係啲地係實咗啦嚇，係啦，咁咪起屋啦，咁就最明顯嘅例子就係呢個梧桐河啊，呢個喺二千年啦，我就呢個深受其害，咁啊二千年就搞好咗之後，咁啊原先喺河嗰度住嘅人咧，即係啲水浸啊，跟住每年水浸啊搬啊，就浸完水之後又翻嚟啊，咁啊點都唔肯搬嘅，點知一水利工程梧桐河整治好之後咧，就要搬走。同埋以前嗰啲水浸地咧，啲地租好平嘅，同埋啲地主就話：哎呀，我都唔耕啦，成日都要逃，耕唔到啊！成日都逃避水浸咁啊，不如就俾你啲外來人求其喺度一年收幾百蚊租啊，俾你喺度搭間屋喺度耕田啦咁。所以嗰啲地方雖然話係環境惡劣，但係亦都係貧民嘅棲身之所啦。係啊，咁就治好水利之後啊，就唔輪到窮人住咯。係啦，所以應該早十年前咧，就經常咧就每年夏天咧就會有新界北水浸嘅情況出現。以前就成日有噶嘛，啲消防員就攞架嗰啲救生艇去撐船救人，依家冇啦，依家唔同學搞掂咗。而家冇啊，但係每次水浸，每次大雨咧都有新界北水浸報告，但係新界北係冇再水浸。所以有時係冇咗水災，治好咗條河就其他嘅就出現，那個就係土地嘅霸權。係啦，咁我記得應該係舊年國師喺做競選工程嘅時候，就即係呢個新界東北發展個議題都炒得好熱嘅時候，有好多環保嘅人士就話。呢、这個將呢個粉嶺嘅高爾夫球場就收咗佢，要嚟就起屋啦。咁啊，國師就堅決反對。反對，因為嗰個高爾夫球場佢揾嚟係保護住周邊嘅地方，唔會俾人哋收翻嚟起樓啊。因為嗰個限制咗一條公路嗰個兩線行車，佢唔可以擴闊啊。
咁另外咧就係、是、你起咗公屋咧，就自然就平整咗土地啦，搞掂咗渠務啦，有巴士站啦，咁有小巴站，跟住周邊嗰啲農地就可以起私人樓啦。咁所以嗰啲左膠啊、環保人士成日話要起公屋嗰啲，實際上係幫地產商開路啊。所以我哋見到無論水利啊，以至今天嘅公屋啊，乃至於治水工程咧嚇，咁、聽落去個表面就梗係即係大義凛然，但係總會有少少係木馬屠城啊，背後就隨住啊資金啊、地產就會入侵嗰個地方。係啊，台灣都係一樣。我哋睇睇台灣嘅情況，台灣就係、是、雖然話係多雨，咁日亦係嗰個係。佢係嗰個中間有一個山脈，就整到係經常係啲水係喺山度沖落嚟。但係近年咧，就個水災就係嚴重咗嘅，都係非常之嚴重啦。係啦，咁係有啲原因。係啦，睇睇片就睇到。係啦，咁呢個可以俾個聲俾大家聽下。係啦，說環境如何被商業利益生吞活剝，四年過去。农夫下田耕作取用灌溉水，不再胆战心惊。后进溪之前被重金属污染，如今变得比较清澈。但祸首日月光 KT 厂1亿200多万元罚锾判决免罚，狠狠打了环保局和齐柏林一记耳光。是阮自用的边哦，有一寡哦家庭用水的，噶吧？你做成两个空间本来就呢个就呢个台语嚟嘅，就讲俾你。加袁生兄系啦，佢就讲嗰个污水处理啦。咁啊，虽然话佢犯咗法嘅，但系就冇罚到钱啦。最紧主要咧就係呢個喺呢個太魯閣啊，呢個中央山脈嘅太魯閣。咁呢個地方咧就成個山就鏟咗，挖咗啲泥咧，因為要嚟做水泥，叫做台泥啊，台泥係啦。咁呢個就對比四年前同埋呢個四年後嘅。點解有四年前同四年後嘅對比咧？就因為呢個齊柏林嘅紀錄片導演就拍咗一個叫做《看見台灣》，就四年前拍嘅。咁用搭飛機嚟拍，係啦，用呢個航拍嘅技術去拍嘅。咁啊，四年前已經係見到我哋左邊嗰個已經係即係焦頭爛額噶啦。咁啊，四年之後冇改善到，即係個事件曝光咗出嚟之後冇改善到，但係嗰個挖嘅環境就更加大。同埋而家就講到後邊嗰個叫清景農場啊，啊好多香港人就好中意去呢個地方啊，係啦，啲民宿啊，好靚嘅地方啊。呢個就呢個非法就非法開採嘅，隨時山泥傾瀉啊，隨時山泥傾瀉。石樓嗰啲唔穩定啊，地震啊，係啦。咁因為呢個導演齊柏林就應該上個月，因為喺航拍就係、是、去拍呢個太魯閣嗰個山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個山難啊，咁就過咗身嘅，係啦。咁佢留低啲片咧，就睇見台灣係有時係非法開採啊之類，就造成一啲山坡、斜坡或者傾瀉啊，咁跟住落雨嘅時候就係有水災。係啦，咁啊台，咁啊中台都嗰個水浸非常之嚴重，咁啊香港係點咧？咁啊近年亦都非常之嚴重啦。香港都有嘅，自從搞掂曬啲河啊，嗰啲市區嘅地下蓄水池，譬如旺角嗰啲，依家都唔再水浸，但係都仲係水浸嘅。係啦，咁啊俾條片大家睇下喺市區嘅，係啦。咁啊，係啦，啊冇幾耐之前嘅啫，係啦，2016年喺巴士上面嚟，巴士上面見到出邊，以為係呢個水呢、這個水上行車，其實就唔係陸上，只不過啲水湧入嚟。湧咗上巴士，巴士車身幾高嘅，所以湧到咁高都算好嘢。而最恐怖係有人拍到，咁即係仲翻緊工㗎。翻工冇翻啦，咁冇焗住上二樓啦，焗住上二樓。巴士都要照開嘅，開就開。焗住上二樓，咁啊仲有好仲好好睇嘅風景喎。同埋都證明啲巴士嘅質素。嗰個性能好好，即係唔會呢個死火。咁照推一路推住啲水咯。係啊，推住啲水行。咁一般啊，巴士或者消防車。哇！呢個就犀利啦，呢個。啊，洪水都可以行嘅能力嘅。係沖走咗個電單車嘅。電單車衝進嗰度，小巴都幾勇，小巴都好犀利，其實就死咗火啦，死咗火噶啦，我仲見到啲水行，以為架車行緊，哇！呢個就犀利啊，呢個係十分之兇勇，呢個係斜坡咁喺山上面滾落嚟，斜坡嗰個小巴又要可能佢特登要將斜角咁樣頂住個欄杆，如果唔係就吹，如果唔係就衝咗落去啊！都識得計角度啊，即係咁樣就唔會成架車衝落山。嗱，側邊有好多，有好多香港人側邊就拍片啦。以前古語叫啲叫好事之徒，即係見到呢啲災難現象就拍片，跟住就傳俾人睇啦。咁亦不過亦都係多謝佢哋，所以先有呢啲片睇啊。因為政府就唔會拍噶呢啲衰嘢。係啦，係啦。咁所以香港即係都有少少反其道而行啊！即係個水利越治水咧，就越～
搞越差。因為其實係起屋企得太多啲車。但係呢個好奇怪喎、哦，即係新界唔再浸水，變咗市區就浸水喎、哦。佢起得密啊，起得密，跟住啲水係滲落嚟，跟住有時佢係一方面係。起咗樓，但係佢嗰啲渠務同埋嗰個地下蓄水池嗰啲未起，未擴大，所以有時如果係啲雨勢係犀利嘅話，佢頂唔住。會唔會係因為人太多咧？因為以前你英國嘅時候建立嗰、那個。嗰、那個地下水道嗰個系統冇預有咁多人居住，同埋以前疏導得好啲嘅，近年就即使話條街乾淨咗，但係實際上啲雨水渠啊，或者係疏導得唔好，甚至入邊有沼氣嘅，即係最近都有啲不幸嘅新聞係嗰啲嗰啲喺嗰個水渠嗰、那個中咗啲沼氣死咗人嘅，呢啲係即係表示下底啲沉積物太多，疏導得少。即下面已經爛得咁上下，即係可以，即係好似香港嘅可以有沼嘅隱喻，可以有沼氣開採。如果唔小心即係跌咗煙頭或者打火打著咗火咁啊，成個地底爆炸。所以係啦，而即係依啲都係慢工細活啦，即係亦都需要一個好穩定嘅政府去維持佢啦。咁但係可惜，如果即係即係個政府本身都有貪腐啊、腐敗情況嘅話，好難維持到咯。好難。佢無心戀戰啊！你冇心去經營好香港嗰個情況。因為嗰啲係其以百年嘅事情嚟嘅，治水啦，或者係渠務啦嗰啲咁嘢。雖然話佢係產生皇權、產生專制，但係亦都係一個政府必須要負嘅責任嚟嘅。即係一句説話，青島係以前德國喺嗰度做殖民地。佢一句説話就係、是、地下水道有一個城市嘅良心。係啊，青島嘅即係以前嘅德國殖民地嘅膠州灣青島一帶咧，就係佢地下水啊做得好好嘅，就係、是、佢下低係除咗啲渠係唔會生鏽之外咧，佢仲係每個地方都係等低咗啲零件嘅，即係隨時可以維修，到依家都仲係用緊嘅。咁我哋明代嗰個城市嗰個治河都治得好好，所以有啲時候到處都水浸，有時發覺咦點解皇宮唔水浸嘅咧？因為皇宮嗰個地下水道做得好好啊，即係個工程做得到啊，只不過人心有問題。係啊，係佢就係淨係保皇帝自己咁，百姓嘅話懶理。我今日就見到即係大禹治水故事，就重温翻下，以至我哋見到大禹啊點樣治完水之後咧，就建立咗個國家出嚟喎，就再見埋我哋點樣現代嘅權力啊，點去運作啊，即係父傳子啲嘛，即係個產權定咗啦嚇。係啊，同埋香港政局啊，同埋中港台三地水浸嗰個政治嗰個關係啊，今日非常之豐富啊，講得好。好，咁我哋下星期二嘅同樣時間建國。神話繼續跟大家見面的、啊、好，咁我哋最後就係喺出緊，即係感謝啊咁多位月供金主嘅支持，同埋今天咁多位嘅貨金主嘅貨金啦、啊、另外更加重要宣傳下咧，就係、是、我哋熱血時報啊，即係實體版嘅熱血時報咧就復刊啦。咁我哋就係喺呢家咧就網上就已經係正式可以訂閱嚇。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嚇、啊出報紙係相當瘋狂嘅事啊。咁啊，大家如果係想有咁多精彩內容啦嚇，咁、啊、特別咧就係、是在座陳文老師，我哋三位都有呢個文章嘅文章，係啦，咁想睇下我哋三位係寫啲咩咧？咁樣係，咁啊記住就要訂閱呢個熱血時報啦嚇。咁同文化事業啊，你睇我哋復刊兩個字嗰、那個書法幾靚啲好啲。係啦，書展就我哋就有免費嘅取閱嘅嚇，咁啊大家記得嚟書展嚇。咁當然啦，取閱還取閱，更加重要係訂閱嚇，訂閱就可以令到咧呢個《月時報》就可以長期咁去出版，甚至乎之後就依家就月刊啦嚇，之後又如果更加多朋友支持嘅話咧，就可以出得密少少啦，變週刊就得，係啊，變週刊嘅話，個時事性就強好多啦。係啦，咁就另外咧，咁啊繼續支持呢個張元生老師嘅《如夢寄耳》啦嚇，咁同埋《聰明人類小死陣》啦嚇，咁我哋下星期二就係啦，咁呢個我都再次講，我都係好中意個封面，好靚。咁係咪都係好多係上水甚或乎係圍繞住同好多故事？係啊，冇錯嚇。係有篇文係寫唔同號。係啦，係啦。咁就係啦，咁我哋就要多多支持《月時報》出版啦，同埋建國神話呢個節目啦嚇。好，咁我哋就下星期二晚嘅10至11就再見啦嚇。好，拜拜，拜拜，拜拜。